的便秘了。是什么原因让花甲老人对一个壮汉举刀相向呢？原来他为了早点出狱，竟偷偷的举报壮汉越狱，害得对方多坐了十年牢。如今壮汉终于出来了，满心欢喜去找老婆孩子，却被告知拆了快十年了，女的我就不知道了。曾经幸福美满的生活变成如今的妻离子散，而把自己坑害至此的老头竟然早早的出狱，还在车库里赶了保安。壮汉的一腔悲愤与怒火化作凌厉的拳脚，打得老头鼻青脸肿。八年还有盼头，十八年黄花菜都烂透了。老头说他年纪大了，不想死在里头，可要早点出来就得立功，要想立功就只有出卖他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你不该死在里，我就